的好自然哦。我跟你说，我因为我本身也已经是爷爷奶奶了嘛，快要了，快要了。你把我吓到了，你要在这边也想爆自己料，什么你是爷爷奶奶？不是啦，因为我你说快要，说我们的年纪快要。我跟你讲，那天很好笑，就是很可爱。我就跟那个，就是我都叫他们哥哥姐姐，是。然后我们就坐在一起，对。然后后来那个有一个姐姐就跟我讲，她就说，哦。你怎么这个这样子睫毛这样子翘翘的，对，很漂亮，对。然后另外一个就说，那你几岁？他就问我几岁，然后我就说你猜，然后他们就每个人就开始猜，然后就有一个爷爷说，那我等一下再说。后来我就问旁边这阿姨，我就说阿姨，那你看我几岁？他就说大概七十几吧。然后他说大概七十几吧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也实在是。脸是不会骗人的，然后我的脸就拉下来说，我其实就知道那个旁边的爷爷突然就很害怕，就说没有啦，你乱说。他多少？他五十几。我就说拍拍手，你说的真对，其实好可爱哦，很可爱，非常可爱。我相信他真的觉得你七十几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是很钦佩老师。那个老师是每天哦去教他们哈、哦，对，而且很像，我觉得很可爱，很像去上幼儿园。我懂你的意思。对，然后呢，老师每天都要想很多新的点子。对。然后那天我就听到他们讲说，哆在哪里这样子，哆，然后瑞，然后后来我就问发在哪里，他就那个爷爷很可爱，他那个感觉就说哈。这个你也不知道，他就说这就是发啊，头发啊，你不知道，很可爱。他们其实非常单纯。对，所以当他们在音乐里面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，而且当他们唱到喜欢的甜蜜蜜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他们那个表情有多开心。嗯，对。少